太小了，这脸一面都烧不开呀、啊。上周呢，我们结束了一周的农场换宿，实在是太累了。这周呢，我们另外一家换宿呢，时间又开始了。这是一个离基督城大概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半岛上，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营地。那个营地呢，我们在网上呢，当时看了一些介绍，它有特别好的这个风景，然后有一些小木屋。它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只大概知道一些，所以呢，今天我们先去看看吧，也许会有什么惊喜呢。看这下边，我天，什么都瞅不见了。其实是有太阳的，但是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太阳。400米后向右转。我们现在到阿卡罗瓦小镇了，是一个法国小镇，在那边停了好多的船，游艇很多在水里。今天是有点阴天下小雨，现在云开雾散了。是到吗？对，这里到了。车停地方。And you can park your car next to it if you want. Okay. And then the s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ere. Okay. And then I can show you around later. Okay. So that's like the band park, and then you see there's like the first night's accommodation, so they do like a 3-day hike, and that's the one you will probably be cleaning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Yeah. 那套房。And then kitchens are like like sort of up at the reception. So in that part there, there's toilets and showers that you can use. It's less. If you are quicker, then sometimes, like for example, I think tomorrow there's only like 2 people in there, so it shouldn't take too long. But then sometimes there can be like 8 or 10 or something. And then it takes a bit longer, but never like over 3 hours. Okay. Thank you. Julia 跟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工作。就是 clean 那边那个 house， 我估计他这边的这种房子不是很多吧，可能就下面有几套。他说明天只有一对客人的，所以我们会比较轻松。他明天会告诉我们。然后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也非常的意外，原来是一个拖斗房车。当然，这个房车呢比我们那房车肯定会好很多。那大家进来看一下吧，虽然比较小，但是我感觉。很棒的，这应该还是有电的哈。对，它就是有电。刚才他给提供了两个热水袋。哦，挺好的，两个热水袋。两个热水袋。这有柜子、枕头啊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肯定会冷这儿。哎，有桌子，桌子吗？我剪片在哪儿剪啊？没有凳子，没有凳子。不过我们车里面有凳子，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剪片。是，但是有点矮，车的凳子还是矮。但是这个电是个问题啊。它有电吗？我看看这个灯是不是亮的。哦，亮的，亮的，这说明我们就还是有电，这屋还是有电的。它这儿有一根线，这样我们可以把我们插线板接过来。这个门很有意思，它这个门里边锁呢是用这个木头把它卡住。啊，这实在是太简陋了。这还有一根绳子，房子门这个刮出去了。哎，好吧。整体来说，满足我们住宿的需求没有问题。他每天的工作呢是3小时，也许干得快的话是低于3小时，所以挺好的。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一个车载冰箱搬上去，因为它现在里边能供电嘛，所以那个车载冰箱我们是要放上去的。今天超市买了点肉啊什么的，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保存了。还有一些冻的豆角，不然的话。2周不吃肉肯定受不了的。好了，搬东西。我们这个小屋呢，它因为大家看呢，它没有办法有凳子，所以在这儿剪片呢是没有办法剪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每天上午呢我们要工作3个小时，因为这个门，你看这个门它是没有办法锁的，锁不上，就是外面没有锁，我们的如果是电脑啊磁盘之类放在里边的怕不安全，所以呢我就把车开了过来，把车开到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会接一根线从车里接到我的车里，然后呢因为我车里呢现在新装了个桌子，那以后呢就剪片呢就在桌子里边进行吧。哎，大家看看我装的桌子吧，这个就是我装的这个桌子，然后我把这个椅子往后再调一下，这个地方我把这个桌子呢调好了。哎呦，大家看看，对，这个桌子上进行剪片，然后呢这个桌子呢它是一个升降桌，现在感觉有点矮，我可以把它再调高一点，它是手动调的，好，差不多了，把它盖上，这样就可以了。看我这个桌子怎么样啊，今晚剪片就在这里了，我现在已经把我的磁盘阵列连接好了，大家看着啊，下面这个是不是磁盘阵列，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阵列卡的转换盒子，然后呢这个是从前面接出来的电源，我们从这个窗户这儿接的，这样接过来啊，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车里剪片了，因为我们的素材呢素材量非常的大，素材都必须要全部拷到这个磁盘阵列里面，也给大家看我们的磁盘阵列箱啊，这是8个硬盘，每个硬盘是2T，总共是16T。16T 呢，因为做的是 RAID 5，所以呢有一个硬盘是不能使用的，所以我们是14T 的硬盘。这次出来呢，我们也是大工程，所以呢只能用这个方法了。它能提供电，我们真的是谢天谢地。我们要准备做饭了，来看看我们带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带了2个鸡蛋，2个西红柿，然后有油、酱油，还有盐。这里还有一把面，这把面是四川担担面，也就是细面。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准备做西红柿鸡蛋面。好吧，来看看这个。它这个地方还得用火柴来点。哦，原来如此。鸡蛋算 recycle 的吗？鸡蛋应该还是算 rubbish 啊？算 rubbish。好，放点盐。这西红柿刚买了2天，就开始有点坏了。西红柿多贵呀、啊？对，50块钱，快50块钱一公斤哎。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不能浪费，坏了扔的多可惜啊！这地方已经开始在坏了。啊，你把坏了都弄。坏的我已经撕掉了。它就一点点，因为我们就没买多久嘛，昨天、就昨天。如果我们明天再发现的话，估计就废掉了。对，浪费就叫可惜了。你是让我一直录着吗？对。哦，好的。完了，油差不多热了，把那个鸡蛋放进去。哇，这火太小了。
烧这么久都没有一点声音哦。这个没关系，能吃上才是关键。放西红柿了。西红柿本来想切的，哎呀，懒得给切了。你不是说他们这有刀吗？是人家的刀是吧？那你就先就这样就弄吧。哎呀，咱就简单粗暴把它。对呀、啊，简单粗暴。铲子把它切了。看看窗外，现在好像是不是天气比较冷？我在想，还是人比较少哈、啊。对，游客还没上。游客比较少。这西红柿根本就炒不熟了，不能上。是吗？慢慢炒吧。就是刚刚也是露营的两个人，然后他们刚刚洗完碗就走了。哎呀，好吧，就这样。熟了没有？我都怀疑。熟了，生的都能吃，是吧？我吃不了太多，你多吃呀、啊。我可能少吃一点，太晚了。没事，不用喝太多。嗯。我们没带锅盖。哎，就这样吧。它是这个水开不了，来吧，这个水其实烧开吧。你得还是等它开一下再倒面。这个上面没有盖。那请问你怎么把面给煮熟呢？没关系，面当盖的。哎呦，真的是太冷了，这山里边真的是冷，就这一点让人很受不了。其他的倒就风景什么都还是很赞。这个火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能把面煮熟了。来这边的这个游客呢，特别是来新西兰旅行的，我发觉呢大部分都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因为他们说的这个不知道他们说啥听不懂，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感觉挺奇怪的。不过他听我们说话也挺奇怪的。啊，这个火太小了，都面都烧不开呀、啊！这实在太悲催了。没事，只要能把面烫熟也行，烫软了也行。啊，现在我估计过了三五分钟了吧，这水还没开呢。看来今天晚上只能吃泡面了。又过了三分钟，还是没开。我面我感觉已经泡熟了，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呵呵。Where are you from, guys? China. China? Yeah. And where in China? Sichuan province. I'm from Sichuan. Sichuan. Oh, yeah. From Shanghai. Okay. Most of them already known.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France. Oh. Oh. I know today.Oh, yesterday, today is a French festival. Yeah, yeah, yeah. Okay. Yeah, yeah. Did you go yesterday? No. This afternoon, we. Yeah. We down here, yeah. We did not go either, but there was, you know, French cancan? Yeah. It's kind of dance, traditional dance in France. Oh, okay. With what you can see in Moulin Rouge. Moulin Rouge. You've never been to Paris?Yeah. Oh, yeah. So maybe that is why. Okay. But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o there, just go to Moulin Rouge. Okay. And see the French cancan. Okay. It's especially nice for the guys. Ah. Not so much for the ladies. Okay. Yeah. But that's kind of show where the women dancers, they are just.Shoe girl. No. They have long dress, you know. Oh, long dress. Black, long white dress. Yeah. Red skirts. Oh. And they do like this. Oh. Yeah, I see on the movie. Yeah. Yeah. That's French cancan. Oh, okay. This is nothing sexual or nothing like this. It's just traditional dancing. Okay. Yeah. Cabaret, yeah. You know? Okay. Just prefer to say it. Yeah. 哇，我们的面好了。I'm sorry for the movie because this was not supposed to be in the movie. Oh. Wait, Dan. 这个面是烫熟的，到现在都没有开。
西红柿还是有一点，但这个西红柿应该是那种大棚的西红柿，所以没啥味道，感觉酸也不是很酸，甜也不是很甜。好了，开始吃了。今天到这个营地呢，感觉怎么说呢，比较荒凉，在一个山头上，但是这个山头的风景是非常好的，它离那个阿卡若小镇呢大概有5到6公里的距离吧，开车大概10到15分钟，但是路不是很好走，因为一直都是山路，然后呢都是那种单行道，并且还要爬一段那种土路，最后能到这个营地。这个营地呢，我们在网上看的介绍呢，它有很多的小木屋，就是那种住宿的小木屋，然后呢小木屋的那个房顶呢它是透明的，就是方便你在晚上的时候可以看看星星啊，看看银河啊这些。当然我们呢过来欢宿呢不可能给你提供那样的小木屋，也没法体验了，但是呢能给我们一个有电的这种小房车的拖斗房车的这个斗也不错了，我们也比较满足了，至少我们在这儿剪片啊，还有在这边就是普通就是一般的这个生活吃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要在这儿待2周时间，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要恶补一下，看看周边都有些啥，有什么可以玩的呀什么的，比如说可以抓个鲍鱼啊，哪儿可以抓个螃蟹啊，钓个鱼啊什么的，今天晚上得去研究研究。好了，继续吃饭。汤都喝完了。今天晚上呢要在车里继续剪片了。存了好几个片子没剪。外面特别冷，穿上羽绒服会好一些。开工了。